敬拜你。阿门。哦，孩子。阿门。拣选你做救主。阿门。因为你在创世以前。阿门。就拣选了他。阿门。我们的郡主弟兄。阿门。哦，今天。阿门。现在。阿门。就要进入你的名里。阿门。成为你国度的子民。阿门。成为我们亲爱的弟兄。阿门。成为神家中的亲人。阿门。哦，他父母的神。阿门。哦，成为他的神。阿门。他父母亲的救主。阿门。哦，成为他今生的救主。阿门。谢谢你悦纳。阿门。出熟的果子。阿门。在神的家中。阿门。得喂养。阿门。谢谢你。阿门。亲自来带领。阿门。孩子的一生。阿门。他将他自己。阿门。全然的摆上。阿门。奉献给你。阿门。是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阿门。赞美你是爱的神。阿门。你爱我们。阿门。哦，你也爱夏俊如。阿门。哦，你亲自成了俊如的牧人。阿门。哦，你进到俊如里面。阿门。俊如也信入你里面。阿门。哦，好叫他能够接受你。阿门。成为他一生的救主。阿门。哦，主耶稣。阿门。这真是何等的怜悯。阿门。是从神来的恩典。阿门。如今你已经进入到我们郡庐里面。阿门。使他因着认识你。阿门。并且接受你。阿门。将这福音。阿门。成为他一生的祝福。阿门。哦，亲爱的救主耶稣。阿门。哦，我们赞美你的名。阿门。哦，你亲自来做工。阿门。你成就了这一切。阿门。也成就你美好的旨意。阿门。哦，今天我们在这里。阿们。哦，为着郡庐能够凑近成为你的儿女。阿们。哦，见证着你荣耀。阿们。见证你的自己。阿们。是满了喜乐。阿们。也满了甜美。阿们。哦，主耶稣。阿们。你祝福这个家。阿们。哦，都能够归入你的名下。阿们。哦，进入神的国度。阿们。成为召会的众儿女。阿们。哦，主耶稣。阿们。阿们，祷告奉你的名求。阿们。赞美主。阿们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阿们。夏俊如这个小朋友在交在你的手中。阿们。主，你成为他的神。阿们。成为他的力量。阿们。成为他的生命。阿们。保守他一生的年日。阿们。活在你的面前。阿们。成为你手中的利剑。阿们。你的金兵。阿们。我们因你而生。阿们。因为靠你而得胜。阿们。祝福这个夏俊如。阿们。祝福这个家。阿们。我们弟兄的得救。阿们。从水里起来的时候。阿们。旧事已过。阿们。都变成新的人。阿们。全新的人生。阿们。一生一世都属于你。阿们。在基督的身体里。阿们。建造的材料。阿们。今天这神圣的天意。阿们。将这个全家转向爱子的国。阿们。你保守我们的郡庐弟兄。阿们。一生一世。阿们。为慈爱跟随着他。阿们。好，郡庐你自己向主有几句简单的祷告。哦，主耶稣。阿们。哦，我是一个罪人。阿们。而现在。阿们。你让我重生。阿们。成为一个新的人。阿们。使你成为我的见证。阿们。也保佑我们家。阿们。让我跟随着我爸妈的神。阿们。一起转向你。阿们。让我从撒旦的国度。阿们。进到神的国度。阿们。我今后。阿们。我有你的陪伴。阿们。你就是我的灵。阿们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。阿们。是何等坚定的信仰。阿们。哦，夏俊祥弟兄。阿们。教会夏俊祖弟兄。阿们。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将你进入为你施浸，进入爱子的名里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闭气啊，哈，闭气，闭气，闭气。哈利路亚。